自除了黑平常时会用到的东西，含黑创作的材料，同样文化区拍那一张同自作朋友的贴展，都展出的国内外同自由馆的创作材料的作品，民众还是在这个同处做，看到纪念品归都给用的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用度拍摄的会用读秋水，小朋友跳那档跳羊街是几条街会用生物，本身呢做的体验多，目前用街会用生态。自做的鱼很可爱。为了不民众读生发树吹独类创作艺术，破然人文化球期盼的老几作品又题材，本集唔但将系树下个共用天天，还做的变作艺术界、工业界，甚至系生发界。民众也做的进修类做技术界方面，呈现出职业多用心。就觉得，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对啊，刚好就是有机会看这些。就它整个呈现的感觉超级不一样的，就会颠覆你的传统吧。你就觉得，原来纸，它其实还蛮有生命力的。那纸做的昂音，哦，又无限的可能。春假时间哈，不应该小朋友哈来看，便于刺激个想法，哈，因为其实动动东西是无限制的，想象力是无限制的，是利用这个机会，本个小朋友给好多给创意的空间。突然人文化局讲，两项题展为一起展到新年年尾，有兴趣的民众坐在许多文化局里参观，向下在纸按多个变化图来看到纪念艺术的趣味。下个新闻，罗万泰突然报道。